好吧，如果有喜欢的想做一种这个爬宠缸啊，养一下什么辣椒蟹啊什么的，可以自己啊去临摹一下啊，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啊，这整个缸体建设起来。之前呢很多人就说超级喜欢这个缸啊，其实造价也不贵啊。好吧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，我是养员小耳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